好像了没有？因为早上，早上，好，我要去对面了。就我刚记得，我在一个有点距离的地方死掉了，靠背。反正他东西会保留，还好。哦，他会有在那个坟墓里面。甘蔗哎，带一些回去做甘蔗的。完了，我是走错边了，靠腰。哎，没有，这边有火把，所以我走这边。对，我看到我失手了。哦，天哪，回来了。再找一只白羊，然后就可以回家。回家。可以了，我再砍多点些猪羊三小的好了。好啦，我先这样哈，我觉得我们这样分头发展。我先在这边发展，到时候我要回去找你。可以啊。毕竟我们那边算一个比较物资匮乏的地带。就是我挖到峡谷，为什么物资匮乏？我是说一些那个食物的物资会比较匮乏。你说腐肉啊？我用腐肉度过了一段时间。那我很遗憾呐、啊。跑什么？跑什么？跑什么？没得跑。岩浆不算亮度吗？啊。怎么会冒出土地方？旁边走过来了。请问一下，那是村民家吗？我找到村庄了。哇！有，我找到村庄哎、欸！我靠，瞬间觉得我屌了100倍，然后我找不到我刚盖地堡的地方了，完了。哎、欸，白痴，我船掉下去了，靠腰啊！哎、欸，靠腰啊，船掉下直接给我沉到海底耶、欸！这是你的插的火把，是你插的火把。是岩浆靠背，我到了，哇吼，太舒服了吧！你直接下来那个有一个地道那边下来进去没有？哇哇哇！你超级抽象。